你不，我怎么手对丹田啊？哎，要想守住丹田，旁武杂念，知道吗？神清气爽，你的身子自然会飘飞起来的。不知不觉打，那你摸摸是不是这样？啊啊！你怎么一手丹田就跑不动了呀？这孩子，哎，孩子，丹田用一手，内劲靠气体，不知不觉你就可以守住丹田了啊！行了，就练到这儿吧。别去，别打扰他。太好了，你别打扰我了。走，去海边听风了，姨父，你特有收获。无忌啊，你看看，瞧他们，要记住啊。嗯，姨父，我背口诀给你听，全学之道。这无忌啊，最喜欢和姨父一起玩了。就是。